Hello，大家，来先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闲聊一下而已，哦，聊一下这一支磨豆机我的一个初步的看法。那如果说有在关注这种高阶的玩具，哦，玩具磨豆机市场的话，其实蛮多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我手上这支磨豆机是什么了。这支是 Astato 的 Atom 30，是中国的一个新出的品牌，他们所推出的一个高阶旗舰精品级的手摇磨豆机哦，这个是我给它的分类。这支磨豆机是我朋友借给我的，跟厂商啊，还有购买啊，完全扯不上关系，所以我也就可以稍微放开来讲。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好了，就是这支磨豆机其实我个人蛮喜欢的。那喜欢之余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如果它可以改进哦，我会更喜欢，而且我会非常想要去购买它的一个小地方可以去做修正啊。那我不知道这样子这个影片会不会被开发者或者是其他的玩家所看到，那我也不管会不会有什么争议，反正我就是以一个刚拿到它，然后纯粹跟它相处了不到48小时的一个角度来看，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其实它的外观设计，我不知道大家从它以往的流出的照片、宣传的照片，还有其他人开箱的影片，看起来你们会觉得它的做工是精致还是粗糙？那如果要我给它一个评论的话，我会跟大家讲，这一支磨豆机它的做工是精致且粗糙。哦，那当然，这个跟一些的加工法有一些关联啦。那我跟大家讲哪里精致，哪里粗糙哦。其实整体来说，你会发现哦，它的金属加工的一个处理做得非常的不错。拿起来它不会很重，可是你会觉得握起来的手感是舒服的。当然，它的重量整个加起来也快要1公斤，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你握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磨一份咖啡豆，它会造成你很大的负担这样子。那这一个哦，摇臂可调这个设计，其实我个人算是欣赏啊，欣赏。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它用处不大，因为它是一支你在磨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大阻力的磨豆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摇臂呢，可不可以调，对我来说都没差。那我自己平常使用哦，就这2天使用啊，我是最后把它固定到最短的一个地方哦，因为都不会造成太大的阻力的状态之下，我就让它转圈的幅度比较小，哦，这样是可能会比较对手不会造成负担一点，哦，那这2天我拿它来做手冲，得到的一个结论都是说，其实我对它的一个想法就是，它是一支在手冲的范围内，它会比较着重在酸度还有香气的这个部分。那香气这个部分哦，其实它最大的原因还是取决于你的咖啡豆。那做成意式的话，也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它其实不太会凸显那种很厚实的感觉。那整体来说，一样的豆子，我自己店里面使用的配方，使用我店里面的咖啡机，那做出来的 espresso 呢，我会觉得它的酸度很明显的有一个提升。那也许是目前的主流是喜欢这样子的风味的，所以他们的整个刀盘的搭配，还有机器的调教，也把它调教成这个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以它的刀盘呐，还有它的加工工艺来说，这一些部分，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觉得表现也算亮眼，对我来说。可是我刚刚有说过嘛，我觉得它是精致而且粗糙的部分在哪里？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木头的部分吼，它有很，哎，我这边有打光，可能会看得不太清楚。木头外缘这边它有一个倒角，可是这个倒角的部分，我觉得他们在磨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太多次的打磨，所以从我这边看啊，我还可以看得到一些纤维的纹路。那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这一整只磨豆机是这么的漂亮的一只磨豆机，可是在我昨天拿它来品味玩味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哎，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它拿过来看，哦，这边它这边
可能是因为像我这样粗暴使用磨豆机的使用者太多了哦。我有时候不是磨完豆子，我都会直接在桌上敲两下嘛，所以现在蛮多磨豆机都会在底下做那个缓冲防撞，可能是放细胶啊，可能是放泡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最后选择的是使用软木的材质，就是而且它的软木是有一点接近那种办公室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小餐饮店，他们桌那个墙上会挂那种软木的图钉板那种。那我目前拿到，我朋友拿给我的时候，它底下已经是坑坑巴巴了。这个地方呢，我会觉得不对吧？一只2700块定价的磨豆机，你底下怎么会用这个？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算是最劝退的一点，因为整体来说使用的感受上啊，整体的感受上，我觉得它虽然说有一些倒角的地方不完美，然后还有一个其他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地方不完美，可是我都愿意去接受它。可是为什么你偏偏让我在底下这个地方？让我看到这种很容易剥落的廉价的软木的材质啊，这个我真的觉得，就算你扣个1000块人民币卖我，我看到这个我还是会不高兴；扣个2000块卖我，我看到这个我也还是不高兴。哦，就是，你随便拿一支大概台币2000块左右的磨豆机拿给我，哦，我看到这个我还是会不高兴，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他们当初是这样子去选择的。而且磨豆机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你每天要去使用的东西。以这么漂亮的一只磨豆机，你会想要每天去使用？那这个东西，我不觉得它能够经得起每天使用，然后撑超过半年的考验啊！这个是我对这只磨豆机最大的不满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改善哦，如果真的它改善了，我不认为他们的官方出厂的定价2700块有任何的问题。哦，那其他的一些部分就是可能他们这些加工的地方，就是在加工厂的时候要稍微去要求一下。那另外一个呢，我个人会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种调节的地方。哦，我先把补光灯给关掉好了，这个地方比较细节一点。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使用那个有点类似相机的调整刻度嘛。我们在其他的频道还有它官方的一些文宣里面都可以感觉得出来。那整体来看，我这边哦，它算是不到一圈就解决了，刻度从0到90，那90这边好像还可以再多出去几格就可以解决掉。但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你用过了你就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在零的时候，它确实哦，零是对的刚刚好的。那你每转一格这样子，转到大概25格的时候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之后把它转到70格要做首充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箭头其实没有对在70格上面。那我后来仔细的去观察，我发现它其实每转一格呢，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误差。那大概转到第20格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它的误差好像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转一格好了，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只转了0.9格。那或是0.99格嘛，那这样子其实在它的段数少的时候，你转大概20格，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可是像我们要做首充的时候，转到70格，它那个误差就会非常明显。那有可能我转到70格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71格或是69格了。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在设计这个刻度环的一个雕刻上，必须要再去精密的计算一下那个角度的。但是我知道圆周率是算不出来的，可是至少哦，我觉得要让它稍微去精密的调整哦，会比较好一点。对，那再来讲到，其实，在网络上蛮多人去批评的这个粉杯吼，其实粉杯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它确实有一点不是让大家都很好操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嘛，这一只磨豆机它的从下半部开始，
哦，都是使用有点类似老相机的镜头的一个概念。那我自己哦，刚好就是从中学的时候开始接触老相机，那个时候是拿我爸爸的一台 Minolta XG2 的相机开始在学拍照。哦，就传统机械式底片的那种相机。所以其实这个设计对我来说还算是熟悉啦，但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他。说不定没有用过可以交换镜头的相机，甚至是也没有去摸过那种老旧相机，所以在这个粉杯，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是想要把它做成像相机的卡口这样。对，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都有在使用单眼相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对于很多很多的使用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去上手的东西。嗯，但是我后来思考了一下，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想，这支的定价在2700块人民币，嗯，台湾目前好像没有人卖，所以我不知道台币是定价多少。那也许它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做一支大众化的摩托机，而是要瞄准比较高阶的玩家，他去做一个收藏品，做一个工艺的展示品，哦，做一个玩具啦。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玩具。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可以放过它，哦，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给所有人用的东西。对，那当然这样讲很现实啦，吼。可是就像汽车一样，你有那种手工打造的那种每年限量3台的汽车，它也没有想要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熟悉的使用它。那这部分其实就我个人尊重他们的一个设计的想法，因为如果每一个人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都要很符合大家使用，所以那这个市场上其实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眼睛一亮的一些设计理念出现了。好，那我目前来说，使用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它的底下这个软木，拜托，可不可以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材料？你直接用一张牛皮把它放上去，稍微起到一点缓冲的作用，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 OK。那不然就是干脆就不要了，整个都是金属的，我觉得有一些人知道之后，他就不会去敲它，那不会去撞击它。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让它有一个缓冲，然后可能公司预算花完了，还是突然之间找不到材料，就直接塞了一块软木上去。对，它现在真的已经是惨不忍睹了。那我朋友借给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在我之前他还有借给另外一个朋友，所以目前的使用者就3个。3个就可以让他这样，然后拿到应该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变成这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他未来的半年他会变成怎么样。对，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一只磨豆机的初步的一个想法。那今天这个影片哦，其实我本来有想过啦，就是现场冲煮一杯咖啡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味觉这种东西，它是很难透过影片去传达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单纯用闲聊的方式来聊这一只磨豆机。那我老实说，这只磨豆机，虽然说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高价的手摇磨豆机，可是当我拿到它的时候，外盒我们不讲 就我从开始使用它到现在，昨天的中午一直到现在是晚上，吼，后面有时钟，7点多，大概是36个小时。我其实真的蛮想要买一只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预算省不省得过啊？对，那如果说官方啊，官方原厂或是设计者有比较多的心思，然后去修正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一支磨豆机。那很多人会去说它的这个粉盒大概磨个25公克它就满了，那其实它也是蛮贴近大部分的使用啊，因为你如果是买了一支这种收藏品等级的，你应该也不是拿它来一次磨个60、70公克的咖啡豆吧？哦，合理吧，合理吧。其实蛮多的这种工艺品，它并不是在着重在这种量产，它的产能有多高，而是
它能够做到多精致。比较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它的木头的表面处理，其实我目前看起来可能有稍微上了一下油，但是感觉不太明显，所以在用久了之后，也许你手上，我们做咖啡的人，你不要跟我说你的手有多干净，尤其是你刚磨完一份咖啡拿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细粉嘛，不可避免的。那如果沾在手上，你会去摸到这个，其实久了之后它会卡蛮多咖啡的颜色，然后包含这个握把，哦，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之后出厂的一些批次，如果这些地方都有注意到，2700块人民币，甚至3000块人民币，我都会非常想买。我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高价，而且是不符合它的身价的磨豆机。对，那也许让我再用它个两三天吧，我不确定我朋友什么时候会想要把它要回去。那用个两三天之后，再来针对它的风味的表现做一些更细微的评测。哦，那整体来说，我会觉得这是一只收藏品等级的磨豆机，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它没有做到真正收藏品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哦，那风味来说，我认为它的风味表现是非常具有它的一个独特的风格的，就是它比较偏向酸香。那手冲的部分，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是调整它的刻度的时候，我有发现一点，就是它在超过75格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从刀盘边缘穿出的一些过粗的颗粒。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也不是刀盘的工程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正呢。这个地方我就是如实传达给大家。那在70格左右，你研磨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在调整的时候，用少少的豆子去做，我会觉得说，诶，好像有一些细粉，其实我蛮担心的。那冲煮之后，在整个滤杯里面看，应该是说它的粉分布的比较均匀，或是有一些细粉刚好落在它的最上层，让我有那种感受。可是冲煮的时候，滤杯里面还有你冲煮的流速上面，我会觉得，它的细粉 其实控制的非常好。那再加上我刚刚说的，它的风味表现并不是以巴底厚实感为主，其实你就可以反推回去，也许它的细粉比例整体来说它真的不多。那我的冲煮大概都是使用就是泰摩冰铜的树脂版的这个滤杯去测试啦，也许它使用其他的滤杯会有不同的表现。哦，那先得一个初步的心得的一个影片就到这边，那希望我朋友不要太早把它拿回去，我还可以再玩几天。那真的，看到中国出了一只这样子的磨豆机，虽然说有时候我自己的一些立场的因素，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不应该喜欢这样子的磨豆机，但是我还是蛮开心可以看到，就是属于我们华人的世界做出了一只，其实已经快要逼近那种收藏品等级的手摇磨豆机，这一点我真的是有一点激动了、啊。哦，那如果说它可以再把其他的一个细节做得更好，我真的是觉得，能够曾经使用它，算是与有荣焉。哦，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